佛陀其人的路，亲像透早日光，哪照哪光，到日中头。那这是用新的概念来构成咱的信用。新的概念安尼讲，你要尽心、尽性、尽力，要助你的兄弟，最爱是大的，也是好些。你一定要参心情所讲，你要听助你心情来面。真了解是专业化，甲生理的总分头。我用新的概念互你，就是你要三听。亲像我爸听你，你听咱欢喜三听，你若三听，即个人要离开恁在，你是我的学生。那只是要一碗茶点汤，三道来听着。南关人的主宰，我的神，疼痛我的天父上帝，我搁一届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，我来阿罗哩，因为得到你是会当得到称赞甲尊重的，我是对你来创造，我是对你来，你有享受我所有一切的需要。我感谢你，因为你享受日头来照好人甲歹人，你也赐雨水予义人甲不义的罪人，我学习到你的宽大甲怜悯，帮助我学习。会当疼厝边，亲像家己，就是疼上帝、疼神的具体的表现。这是帮助我来安静我的心，我会当来听对你来的信息，加在我生活的困难甲动力。也帮助我，愿我的生活所带出来的信仰的力量，加在胖胖的者来到伫你的面前。我来祈祷，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门。